来不及了，快走，快走啊！ 师姐是玄振的女儿，但云舒并没有杀你爹娘，是静慈临死之前将你托付给旭良宗主的。旭良宗主。 你为何明明知道真相，却在史册里污蔑我爹清白？云天河，不要再逼徐良宗主了，事关我师父玄振名誉，我爹的名誉就不重要。天河，玄烨师姐要替他爹报仇，我难道就不能为我爹证明清白吗？好，既然你如此不依不饶，那我便说。徐家师弟，万万不可说呀！叶儿。 是我师父玄振与他的女弟子静慈之女。静慈是我们同门师妹，她与师父玄振一往情深才有了你。大战之时，静慈诞下叶儿，妖兽来袭，她舍命护女。弥留之际，将叶儿托付给了我师兄徐良。 师兄，师父这个孩子是和师妹私通所生，留不得。就说孩子已经死了，我来养。万万不可！算我求你了。哎。